好，来看到现在竟然还有假瀑布吗？中国河南大熊山风景区被游客踢爆，这瀑布的源头竟然是用水管放水的，根本不是自然景观。来看到，仔细你沿着上头看，其实一条水管就这样挂在岩壁上面，流出来的水呢，底下变成了瀑布。那工作人员却回说，因为晴天嘛，下雨下的少，山顶没水，他们利用水管来放水制造效果，甚至还说观赏跟拍照其实效果都还不错啊，要游客看破但不要说破，倒是让大家啼笑皆非。